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黑五我买了什么衣服。其实我就买了几件，但是我觉得每一件都是性价比特别高，所以想跟大家推荐一下。第一件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黑色的长袖。我刚刚才发现它这袖口这里有一个这样的洞，不知道是干嘛的，是可以收这样吗？好奇怪，知道的朋友们可以评论告诉我一下。它这个材料是感觉是那种毛衣的质感，然后非常非常的舒服的那种。我这个是一个小号，我特别喜欢它这个扣子的设计，还有这个胸口的这个褶皱也是非常好看。背面呢，我觉得也是很合身。然后它这个是一个 crop top 的设计，就是这里有剪短的那种。然后第二件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裤子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它是这样的一个高腰裤，这个角度可能会显得有点矮，但其实它是有拔高身材的感觉。它是有四个口袋，前面两个，后面两个，所以可以装很多东西。因为这个口袋是足够深，可以放下手机的那一种。这条裤子非常符合我对腰和腿的要求，因为小腿会有一点粗，然后这个裤子正好遮住了我的小腿，并且它是有弹力的，它这个后面这个褶皱它其实是可以拉伸的，所以并不是那种特别死板的设计，穿着非常非常的舒服。我这样蹲下去也是很舒适的，这样也是很容易就蹲下去起来。我现在穿的这个大小是加小码，但是它一点都不会勒，因为它后面的那个弹力带。接下来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件大红色的卫衣，是 Abercrombie Finch 的，然后它是这种 oversize， 你看它可以把我整个人都遮住。我现在去换一下，它上身呢就是这个效果，然后它的袖口其实上是有收紧的，所以看起来像一个小灯笼，特别可爱。然后这个材质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，就在家穿一穿啊，或者是出去买东西什么的都非常方便，一套上就好了。最好的是它这个领口是可以拉很大的，因为我头比较大，所以我平常买这种 sweatshirt 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买，因为头都非常的小，就很难塞进去，然后把发型都弄乱。这款不会。然后它的这个商标和这个字印的我也是非常喜欢。这件卫衣呢，我下面搭配了一个我也是黑五入的一条裤子，是 Aritzia 的，它是一个这样的叫什么 flare pants， 就是这种喇叭裤，然后它也是这种高腰的设计，一直到肚脐眼的这个地方特别的贴身，但是就蹲下去也是非常非常的容易，然后非常的有弹性。这个颜色呢，我也觉得是很显气质的一个颜色。分享完长袖和裤子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件裙子，这个是我在 Abercrombie Finch 买的，它是一个冬天的连衣裙，就是没有办法看到全部，但是它是稍微长一点点那种，快到膝盖了。OK， 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舒适，很值得推荐。这个是一个毛衣的质感 ，AF 的话它是全长都是七折，会把价格也放在这儿。最后要分享的是一件 blazer， 终于把它套在这个裙子上，也是 AF 的，这么一个格子风格的 blazer， 这样穿起来好热。它下面只有一颗扣子，就是扣在肚子这块的，然后是这个样子的领，穿起来非常的暖和，然后袖子是也有一定长度的。我觉得就这样搭着都还可以，当然你里面可以穿一个黑色吊带儿，或者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今天的黑五分享就到这儿啦，评论下方告诉我你们黑五买了什么，拜拜，下次再见。